终于下来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好啊，拜拜。嘿，看来朝这个方向没错。这路怎么堵死了？你这怎么着的呀？怎么了？这才叫文明无缺呀！那我怎么出去呀？谁管你啊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都给我盯成什么样了？咋没人管我呀？大夫，我闺女小凤一直胀痛，咋还没来月经呢？哎呀，她哪还没来呀？这腿毛上没孔，全躲里边了。